今26日凌晨10许，在头城镇头城大桥前发生大货车自撞桥墩事故，蕉西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处理。经查为张姓驾驶，男，32岁，营业大货车，由台二更线南向北方向行驶，疑因一时恍神自撞桥墩，所幸肇事驾驶意识清楚，初步检视头部及四肢擦挫伤，送往杏河医院就医中。警方于现场立即对肇事驾驶实施酒精测试，酒测值为0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警方厘清中。车祸现场由处理员警进行交通疏导，联络大型拖吊车拖吊及头城公务段清除现场，于8时18分恢复通行。今天的凌晨一时许哦，在头城镇哦头城大桥前面发生大货车自撞桥上桥墩的事故哦。那本分局获报之后，立即派遣民警前往处理。啊，经查为张姓驾驶哦，营业大货车哦，由台二根线南向北的方向行驶哦，疑因一时的这个恍神哦，自撞桥墩。啊，所幸这个驾驶哦意识清楚啊，初步检视了头部跟四肢上擦挫伤，啊，送往这个杏河医院就医中。那警方于现场立即对这个肇事驾驶实施酒精测试哦，酒测值为0。啊，详细的肇事原因哦尚在厘清中。那车祸现场哦，由处理员警进行交通疏导，啊，并联络这个大型拖吊车啊跟头城公务段哦啊清除现场啊，现场于8时18分哦恢复通行。那交通分局呼吁啊，开车时请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哦，啊，如果精神状况不佳的时候哦，请择安全的地方哦来停车做适当的休息啊，并注意车前的状况啊，勿超速行驶啊，勿酒驾，以为这个交通安全。